那么迷人的音乐呢，其实呢是真的真的哈，会让我们解除了很多的一个工作上的压力，或者是家庭一些的问题。只要呢音乐一下来，我们的心就会很沉静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呢好好的去享受音乐的单纯，音乐的美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要邀请我们的美女，也就是我们这位来团员里面，除了我们 QQ 姐妹花呢，这位呢是豆蔻年华，也是我们的才女之一呢。你看她长得非常的漂亮哦，对，很漂亮。但是呢，她是一位很认真的小女生哦，因为呢，她从大学时代呢就去参加歌唱比赛，哎，但讲吼，第一台北比到屏东的啦，真的是很认真。因为呢，对于唱歌的热情，而且她也去台北电视台呢比赛过吼，所以呢，可以感受到她对爱，对于唱歌的这份的执着跟这份的热情。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他也呢很棒的，就是只要呢有歌唱表演的机会呢，他也都不放过，也去参加歌唱比赛。然后呢只要是有些舞台的表演呢，他都会非常呢认真的去参加，所以他的歌艺也是很棒。重点是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哈，现在也是一家塑胶厂的头家呢，这样有领金吗？工作态度真的是很棒哦，我们给他唱跳起来掌声好不好？谢谢，真的很不容易哦。可是不是塑胶厂？真的啊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盲西塑胶射出烟西工厂 ，CNC， 对，没关系 ，CNC， 这是正常的，不懂的都会觉得它就是个工厂。新钢铁吗？对啊，西，对，不容易。而且他妈妈都说哈，他真的很认真在学习，因为呢，他不是念本科系，对，我是被推入火坑。他很勇敢，对。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因为呢，我们念的不一定会跟我们最想回工作是一样的。对，就像我的姐姐一样，原本你好像是读要当老师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当老师是我爸爸妈妈希望我们去当老师。可是他的成绩也非常的优秀。我是念气管系的，对，但是我现在的工作也跟气管扯不上关系。对。但是呢，就是要对工作有一份的热情。没错。我们在工作中可以让我们学习很多，成长很多。哎，你看我们双双哦，以前你会感觉她就是一个小女生，但是她现在唱歌哦，跟以前不一样的，因为在工作中让她一直不断的学习跟成长，已经驾驶体验到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有，成长很多。是。好的。接下来呢，要为各位呢介绍这一首曲子呢，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首曲子。Hey you， 那个对岸反攻回我们台湾来，流传到台湾来。对，这首曲子音乐一下，所有的小朋友就嗨起来了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场呢，虽然听你加练，哥哥们我告赞了，因为今天又有小朋友来陪伴我们来看我们的表演，是我们就为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演唱这一首你们的歌曲《小苹果》，我们会跳舞的，一起来好不好？谢谢，邀请你们。那这首《小苹果》，会跳的小朋友们、大朋友都可以一起跳，好不好？谢谢。Thank you.
享，谢谢我们的明明的欣赏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才女，我们的双双，还有我们最可爱的小妹妹，我们的伟玲。这首曲子呢，非常恭喜老少咸宜啊，因为呢，小朋友可以展现他们的热情，那长辈呢听起来也会很开心，因为呢，囡仔欢喜，长辈的开心啊，所以呢，是一首老少咸宜的曲子《小苹果》。